A few moments later. Hey, 老板，你给我看好了，孩儿们集合了。黑老板呢？现在免费吃一颗棒糖，咱们过去把它吃垮了。哎，大仙儿，大仙儿，大仙儿，好商量啊，好商量啊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好商量是吧？再给你机会，在这儿给我等着，马上到。说吧，怎么谈吧？大仙儿，好商量。退你二十，退你二十。什么？孩儿们。行了行了，算我的，都背你，行了吧？你心里有点数。还要怎么着呀？走，咱们啥都不用去。